不用再跟他争特别紧张。上一次这么紧张的时候还是跟刘德华吃饭的时候。你先等一会儿。羡慕，绝对是羡慕。你拿刘德华来压我是不是？刘德华没压住你。压不过人家。确实这场呢把我跟我师傅换上了台。我们爷俩合作呢不多，但是也不少。比二哥多。更多的是紧张啊，比二哥多。我们不聊。确实我看那个二哥说本来说想他想跟您合作，因为咱们就是家里的事儿肯定不能通知他嘛。为什么二哥老吃不上饺子？这是有原因的，别挑事儿。说实话，二哥为什么？二哥有时候他赶不上吃饺子的时候，他不在，那没辙是吧？他吃他不发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发，我为什么老吃上？我一去师傅就给发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远近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差不多。二哥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上台来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赶紧说说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。我叫尚小菊。后面的好像没有拍是不拍就不拍了，不想拍也正常啊，可以理解。着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，不用那么着重。确实是，我们说相声这么多年呢，我是从这个不着重就不说了，是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笑场了，好好聊，好好聊啊！还要介绍一下我的师傅啊，姓岳，叫什么大家都知道了。没有必要，那也得说出来呀。岳云鹏，万一哪个朋友不认识我不知道呢？对不对？没有，保不齐也没有，也没有红到角角落落。可以了，那个角落好像又没有拍摄。没关系啊，坐得远，票便宜可能。可以理解，其实来说啊，跟他合作确实紧张，不用紧张，紧张是肯定。我也紧张，我也很久没上台了。那行吧。确实，你看我说现在大家都知道，特别红，接不住就那行了。那确实现在特别红，特别火。早期的时候也不这样，也不是说走到大街小巷大伙都认识。你看我们这工作，比如说演出比较晚吧，结束比较晚，像我们很多演员到家都凌晨了，他就睡觉，他就晚，他起来就晚了。但我师傅不这样，甭管多晚睡觉，早起，对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要说话的，要说话，这我也紧张。他得早起。现在不行，就是我说的是以前，以前没有那么多活，就早起锻炼身体，上公园。我师傅最擅长就是晨跑，现在这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他迈不了大步，知道吗？现在就是快走。以前晨跑快走也不行。医生交代了啊，好。以前老去公园啊，以前年轻啊，对吧？哎，老去锻炼身体。但是我师傅那时候现在那时候，实话实说啊，那时候多多少少就是做人还没有那么沉的。
有年少轻狂嘛，二十多岁，对，二十多懂事，别那么沉稳啊。到公园，公园基本上都是上了岁数，老大爷，年轻人也有啊，年轻人很少啊，也有，还是少的，年纪一点啊，啊都有，小朋友啊，妇女啊，都会在这个公园里锻炼身体。对呀、啊，老头居多，这老头呢锻炼身体，他打这个太极拳，陶冶情操。啊，你要演那个包袱啊！我才知道哪个啊！陶冶情操，其实跟您啊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但是你呢，去，你这听懂了还是没听懂？我在听啊，我在听啊，去挑逗那个老头儿。这个宝贝，这个词不好。我跟那个老头在交涉，老大也在交涉，老头这个词都不严谨，不严谨，哎，不严谨。本来应该叫人这个岁数大叫人一声老大爷，大爷，对，应该的。年少轻狂，嗯，跟老头一点不客气，嗯，我说老头呢，我是那样吗？早期，早期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早期。不是现在啊，现在没这样干的。老七的，老头，这么大嗓子，嗯，老头，嘛呢？干嘛呢？别练了，老头，回家去，回家，家走，回家。回家干什么？干嘛这么大岁数还公园？别出来，你在死公园这么大岁数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尊重吗？还这练太极拳呢？太慢，太极拳太慢，知道吗？你这姿势还没摆好呢，人打完你都倒浆了。听我的，老头，回家去啊，回家，别动。三番五次，老头受不了了，得说你两句。但是手里这太极拳可没停，慢慢悠悠接着打。小伙子。做人呐，话不能说得太满。这太极拳你要是不会呀、啊，你就别玩了，先聊就行了，好吧？下不下三分样子上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你跟大爷过两招，过两招，这是大爷吗？曹大爷，曹大爷，过两招，曹大爷，这不叫曹大爷，曹大爷，你啊，未必，这什么太极拳？你未必。我还不跑，我还要等着呢。那天也做手术了，未必打得过大爷。大爷，让你先出招。Come on, baby。过不过？我说当时小伙子血气方刚，啪，较劲。我二十多的小伙，我打不过你。陈老师，行，别怪我啊！当时真有劲，抡圆，大给这老头一拳。这老头真厉害，得了他六万。虽说老头被打，但心里暖洋洋。当时给老伴打一电话啊，你收摊吧，我这收摊。你说那时候多狂，多狂！现在好多了，也收了徒弟了，为人师表就不那样了。每天我们回家也教给我们很多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是，也教给我们很多的东西，但我没教你这些，这就不用教了，对吧？我们都说四个基本功课：说、学、逗、唱。对，在我心中唱的最好的是谁呀？谁呀？有说张云雷的哈，不否认，不否认，不否认，否认，否认也来不及了，人唱得好，唱确实好，对，我誓言。
啊，不是郭德纲郭老师，嗯，那是我觉得在整个德云社唱的最好的演员，嗯，那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在德云社，郭老师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，没人敢说，对吧？他有这个实力，对啊，也有这个势力，我们是不会轻易去，主要有势力啊，确实。唱的也好，我们演员站在舞台上说我们怎么都唱什么呢，太听歌词，哎，主要我们还得学那个叫卖，叫卖叫卖，我们也学哦，现在不用了，为什么你现在不，现在啊人都看电视啊，看手机啊，就能知道这是卖什么的，这是干什么的啊，过去不行啊，嗯，过去干什么的单凭肉嗓子吆喝出来，卖什么的他就吆喝什么，咱就说一下我知道卖菜的，啊，卖菜的这个药，真不会控制咱，就不知道往哪塞呀、啊。没事，您就塞，你知道吗？愣塞，愣塞。卖菜的一般都是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啊，小伙子居多，小伙子这句塞的情况。可以。哎呀，我想孙老师，孙老师平时捧哏还行啊。孙老师平时这段他都睡了，这段根本不用的。哎，小伙子，挑一个扁担，挑。紧张，上回这么紧张是什么事儿？是你见刘德华的时候。好吧，这个咱前后呢各挑一个筐。两筐。想死了。前后各挑一个筐，前面筐里搁着菜，嗯，后面筐里搁着石头，吆喝出来。等一会儿，为什么后面筐里搁一石头啊？掌握平衡。哦，这个包容太棒了，设计的。这都是您设计的好。掌握平衡。掌握平衡。对呀、啊。嗯，后面也可以搁菜。如果一筐菜你背着不就去了吗？干嘛挑着呀？对不对？这是孙老师的词儿啊。后边也可以喝菜啊。对呀。哦，这个我没有想过。前面都可以喝菜啊、爱喝的菜，吆喝特别好听。嗯，我学一下。好，把手往这一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拢一拢耳音。哦。香菜，听懂吗？妈哟，跟我一模一样。今天我特别想跟孙老师说一声对不起啊，原来我这么恶心呢、啊。今天的演出跟您照镜子是一样一样。跟我一模一样，香菜，就那么愣凑过去，那么近，哎呀，孙老师一凑过我，我天哪！听懂了？说说，香菜嘛，没错啊，对啊，可以，那叫盐碎，河南话，那叫河南话叫盐碎，啊，行了，嗯，还有没有别的盐法？就这个劲儿，没有。不敢加太多、嗯、香菜辣青椒哎，听懂了，辣青椒吗？辣青椒啊，对，没错，您耳音还是可以的，嗯，一般就卖这两种菜，卖这个，你这尺寸稍微的差一点点，就卖这两种菜，对啊。用挑一扁的吗？啊，前后两筐，对吧？后边筐搁石头，很合理啊。可以，也合理，很合理。那是多少？十好几样菜，他们您听听。哎，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高葱、嫩青菜、辣扁豆、切的黄瓜、加冬瓜、买大海切、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那里样嘞，香椿嘞，蒜儿嘞，好。嗯，别羞耻感，你看，这是我揪出来的，我的妈呀！这个传承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。就这一段，我是不是100分？我60分，到你这儿只有10分了，是吧？我这来挺矮的。
矮了，什么矮了？把自己看矮了您。我觉得我师爷一百分肯定的啊，您呐八十，你呢？我往上提点，三十。啊，想给自己提，想给我提一下。行行。三十，三十，三十，再来啊！刚才怎么了？别来了，够了。这就是卖菜的，真不来了。来来，大爷们儿，丢人，这谁要个脸呢？我起低一点。香菜辣青椒哎，高葱嫩青菜来，扁豆青的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鲜，买萝卜和萝卜扁萝卜嫩的芽嘞，香椿嘞蒜嘞，好韭菜。越带着点河南味儿来。这么一嗓子，哎，站在长安街啊，通县都能够听得见，传那么远，通县还有个卖菜的，俩卖菜的啊，俩个卖菜的，这是卖菜的，卖菜的啊，还有卖什么的呢？包子，还卖包哪儿？包子，包子，你别周口口音行吗？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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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卖包子，包子分两种，两种，回民跟汉民。两个吆喝的不一样。咱先说这个汉民啊，他们一般来说这门口带一个小伙子，倍儿精神倍儿帅啊，瓜子脸特好，身材比例跟我一样，站在门口啊，那身材特好，跟你一样，瓜子脸身材比例特别好，是你这什么瓜子脸？不是胖瓜子，我这是葵瓜子。这个葵瓜子最好看了。西瓜子、南瓜子啊，南瓜子啊，来站一小会儿。冬瓜子啊，冬瓜子好小啊，冬瓜那么大个儿，怎么吃？我豆干啊。太抢戏了 ，sorry， 太抢戏了。那个腰子特别好听。汉民，汉民，汉民。包赔。这是故意，故意设计好了。包赔。能走吗？你要问什么？不是我要啊，什么能听出来吗？那你问呢？是你要你能懂吗？什么？我要什么？您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呀。什么？包财呀、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包财什么意思？说这，我说。可以。这包子里包的都是财，就是做生意嘛。说的那个馅是财的意思。你说清楚，孩子，这不有您的吗？有您的发财，说这个馅儿都是财的意思，我能说清楚。您得告诉我，这个包都是财一样，特别好。包财，好卖我的面儿包，吃包拿着包，尝尝包儿馅儿哎。哎，比较干净。那还行，比较干净。哎，这是这个汉民，回民，回民不一样啊。哎，小伙子调门更高。讲究同音嘹亮，一般门口站小伙子特好，特好看，跟您似的。没必唱那些。确实，确实让你今儿先讲蒙过了。您先讲。我给你，快点吧，上起走。先出道题儿来。最后一个，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。新出事儿，就是刚出锅呢，还讲。新出的皮儿来，包热的来，发的面的包儿又热来，吃包吃包吃包儿刚蒸的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后锅啊，这后锅，这是他的特点。包儿刚蒸的啊，刚蒸的啊，最有意思的，天津的，天津卖包子的有意思，走街串巷的卖包子，主要是晚上出来卖给这些玩牌的，他们斗地主的，打麻将的，吹牌九的。您等一会儿，你这三种都是一个玩法。应该是怎么？怎么着？打麻将是这个吗？
啊，斗地主是这个吗？黑白角，这个。您没少吃包子吧？这卖包子，这边是老头啊，卖一筐，筐里呢搁着几个包子，别看岁数大了，这嗓门可好，拄这管棍颤颤巍巍的，但是啊，俩字儿，肉包，他肉字出来那么大个，这包子您要不仔细听，顺着这风就没了。哟，什么旋律？好。好像你叫那老头是吗？怎么来的好像呢？好像跟我好像，我就这个造型吗？骂街，是不是骂街？感觉没有骂街啊。我感觉就是讹我六万的老头。第二天醒来，刷牙洗脸，推自行车一出门，停门口，爸，我还没走呢。第二天又出来，这叫卖包子。最有意思的是卖布衣，卖布衣，旧衣服。现在大家不买这个东西了。买。现在不经常买，因为以前啊穷人多，卖二手的衣服也有人买。现在大家条件好，都买这个新衣服。要说这个布艺有意思了，有北京布艺、天津布艺、上海布艺、山东布艺、河南布艺，还有这个布艺布艺。什么叫布艺布艺？布艺布艺就是两个人对口的布艺。哟，那您刚才铺了这么多，有北京布艺、天津布艺、上海布艺、河南布艺，您挨个跟我们学学怎么样？好。简单来说一下，我刚才没有说的东北布艺。东北布艺有意思，你们东北人比较豪爽嘛，要出来的声音跟砸夯一样。哟，我们学一下。东北布艺啊，各位留神，有抱孩子的没有？好的。娘。这简直大欢呐！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哟，口罩都震掉了，赶紧。家里有干这个的，啊，东北人是吗？还是啊，没有吗？我逗人，我真的有这个啊！哦，再来喽，好，你准备一下。没事啊，这件你都大方了，大哥买的给大嫂，大嫂穿了乱七八糟，收你一块零八毛，哎呀！尤其有意思，周围人鼓掌，还行。掌声是观众的馈赠，有没有呢？我都记着了。A 眼比较有意思，就是来说他一来人了，他就 A 眼一下，吸引别人的这个目光。你说哎呀，这干嘛呢？我卖旧衣服了，说不定就能买两件走。这就来这个 A 眼的用途。这考验一下咱们两个人的默契度，好吗？咱们两个还有默契吗？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一点。好，就考这个 A 眼。哎呀，哎呀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？哎呀，就是来人嘛，来人，但是他不抬头，低着头他就知道来人。为什么低着头就能知道来人呢？看脚哦，一旦有人路过，就是一般人都有脚。你这么看，身体身体很严谨的，很严谨的。一般人都有脚，没有脚也得拄棍儿，对吧？那俩都脚来脚棍儿也得到，是不是？他一低头知道来人了，他就哎吸引人哦。完，咱这个哎呀，就看咱们两个默契能不能同时喊。好，来人了，能不能同时喊？行吗？可以，来，可以，来来来，这是你个大花脑子，哎呀，第一句就来人了。
来人就喊，不一定在哪。哦，生意这么好，好吗？好好好，那意思啊，啊，赖我了，赖我了啊，准备一下。嗯，这就是个大烦恼，大哥买的给打扫了，哎呀，哎，又没咬上，又没咬上，可能是我太快了，可能是我屁股疼了。但有胶带不能震，你知道吗？刚才震了我一下。放一放，我不跺脚了，我不跺脚，这儿笑的时候频率也要尽量控制。该笑笑就舞台别动就行。刚才我来的时候过一坎儿，屁股疼死了。刚才别来了，赶紧赶紧赶紧，咱就不来了，不来了，白饭确实也塞不上了。咱们俩来了一个有意思的，太垮了这场。大帅，您是垮了，这就是我最好的状态。是不是？这我就这，我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最好的优秀了。默契，你别再学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学的节骨眼太像了，我都害怕了。连那个喘气儿都不一样。好在你点个赏啊，好在你点个赏。但咱们来回这么着，是不？咱来回对口的故意，对口的故意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一般的一个掌柜的，一个小伙计，一个撒谎的，一个圆谎的，最后有一位负责找钱算账。找钱算账我明白，这怎么还撒谎圆谎呢？撒谎圆谎，掌柜的负责撒谎，他得把这个东西说得特别好，吸引你，但是说得太过了呢，就旁边这个圆谎就是小伙计，小伙计往回的说啊，给他圆回来，哎，往回的说，我来这个掌柜了，我来小伙计，行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咱俩可以回一回。但是最后这个找钱算账您受累，您再来。找钱算账我来，也是小伙计来，您机灵。这词儿就是您聪明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行，一人拿一块布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好比就是那个布衣旧衣服，旧衣服，咱就开始。好，您跟着我来就行，我跟您学，行吧？好嘞，嗯。大了马的官儿啊，该我了，我怎么着呢？跟着我来啊！好好好，明白明白。大了马的官儿啊，大了马的官儿啊，好。见过什么？你见过对的？比我大马褂，您就别大马褂了。那我怎么着呢？你往下吆喝了。我往下来。嗯。哦，明白。大了马的官儿啊，二了马的官儿啊，三了马的官儿啊，四了马的官儿啊，嗯，不错五了马的官儿啊，六马官儿啊。别喊，别喊。我演这儿的时候也没人乐。那都不重要，我演哪都没人乐。我大马褂，您别大马褂了。啊，那我怎么着呢？您说它的用处啊？大马褂有什么用处？那这用处穿外边啊，外套嘛，不就是？在唱啊？那怎么唱啊？套在了外边儿哦。啊，大马褂套在了外边。对呀、啊，严谨哦。那当然。你不喜欢这个？大了马的褂儿哦，套在了外边儿哦，没有袖子。哎，等一会儿，没袖子那不是坎肩吗？那你唱啊！我这儿有个跺脚，你唱啊！那是坎肩儿。塌了，我感觉在流血。就这一个大动作，往后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指那观众鼓掌，没有了。这样一般捧着呢，一会儿翻那个也得剁。行，大了马的官儿哦，跑到了外边儿哦，没有袖子，那是坎肩儿哦。
买裤子啊，两条腿儿啊，一条腿儿的呀，那不是口袋吗？哦，那是口袋哟。三条腿儿啊，没法儿穿呢。四条腿儿啊，两个人儿穿呢。五条的腿儿啊，那是手套哦。话都出来了，啊，谁敢都不乐了。嗯啊、接下来找钱算，找钱算账，票准备一下，看我的了。好好好 ，OK。我买袍去呀、啊，有个领子哦，有个袖子啊，都是那个堆儿哦，打了面的堆儿啊，怎么那么厚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186.35元，我留下1.1元，剩下都给你呀。